吗？你 OK OK 可以，加油加油，我们来，不可以，我冒让脂肪流泪，动起来，你们现在跑多少？我六，我也是六，一样，大家好，我是最近晋升为运动型男的阿丁。大家好，我是永远想保持青春年轻，尤其是站在陈运传旁边，我要显得比他更苗条的香槟。等一下，这个人是陈运传吗？我认识了这么多年，你现在看起来是小妹妹耶。Hello， 大家好，我好像是瘦身好像蛮成功的陈运传，好久不见。那不认识陈运传的人呢，直接跟大家报告一下，孩子几个聊？两个。最大的几岁聊？三岁半。哇！应该我最小的几岁？小的一岁半。是哎，你看那生了两个呢，还可以保持身材的苗条，就是呢有运动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运传，真的我觉得运动真的很重要啊，因为我之前呢实在太没有忍受自己就是身体太多脂肪，然后连走路都会喘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一停奶之后呢，我就除了停止食物之后，我最重要一点就是勤运动，因为运动呢就没人在家看小孩，就除了来勾瘦偶尔客串一下当嘉宾跟大家分享好的产品，在家看小孩时其实是蛮累，而且会不开心，没有得出去，但是如果有郁闷的时候呢，做一做运动，整个心情呢都会转换过来。哎，当我的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30分钟每天真的跑步机就可以跑一跑，哇，孩子一醒来的时候就容光焕发， Hello good morning are you ok。 哇，妈妈对啦，可是呢，讲到做运动呢，哎，我们这些懒惰的人啊，很多借口的，尤其是女生啦，哈哈，没有礼貌，有性别歧视。可是真的吗？你只要做运动，要出去外面很麻烦啦，对呀、啊而且就是现在的治安也不是很好，不然呢，不是治安不好呢，就是下雨天之后呢，可能公园比较滑一点点。我们这些美女，如果是说呢哈，要去到那个公园去跑步的话哦，又很担心给人家跟踪哦，是不是？然后女生又躲尿的哦，你去到公园跑步的话呢，突然间要找厕所，很难找厕所，人有三急的时候怎么办？然后最讨厌是跑步跑到一半下雨。没错，怎么办？太多局限了，出去外面跑步太多事了。或者如果在路边跑步的话，你就是当吸尘机。哎呦，那些孩子吸灰尘，对，吸灰尘，所以真的在家运动就好了。没错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诚意推荐的就是来 Zero， 来自 Zero 的这个品牌的跑步机啦。这台跑步机呢叫 Julian， 但是呢，说到在室内运动，把运动器材带回家，很多妈妈都讲了，运动器材很贵啊，对啊，买不起啊。对呀、啊，但是来到过去呢，不让你失望了，来这台机，运动器材在外面都是千千升的，没有千千升不用想，包括这一台，本来呢是2988，但是今天呢做回扣给你，有史以来最低价888令吉而已哦，所以我先剪一下哈，你看到今天呢888令吉，也就是说你省了2100块耶。等一下，2899是它的原价，如果我今天呢买呢是888的话，外面一台我在GO SHOW可以买三台的价钱呢，没错，三台的跑步机哎。所以在外面买的话的确是很贵，真的，外面你要买跑步机的话呢，甚至你去到其他的平台，这些呢都还没有加什么运费哦，这个运费呢都两三百块的运费啊，最便宜的我跟你说到1000多块，但是呢你看我们 Julian 来自 Zero 这个跑步机呢，现在的游戏来最低价888，带回家天天做运动。对了，厂家还给你1年的保修服务，还要送你199令吉的赠品，就是这个智能体质秤，全马最超值的价钱，有买有送，888令吉而已。没错啦，你带回家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哦，记得在 GO SHOP 之前的原价999已经卖翻天了，今天再折扣111令吉啦，只需要888。在播出时段把它带回家就这个对啦，我们说有史以来最低价，是因为你使用优惠码结单的话省了再省，马上使用优惠码 GGS66， 马上回扣66令吉给你，现在只需要822令吉就可以让你梦想成真，马上拨打热线来下单，而且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6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人148令吉就可以啦。超值得不得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 SHOP App 下单。
说到 Zero 这个品牌呢，其实在GO SHOW的观众朋友呢，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观众朋友你带回去呢，绝对是有信心的保证的。尤其是呢，他们家的运动器材啦，他们的按摩器材啦，其实都非常的受到欢迎。你去到门市买的话，我跟你说要找折扣的话，可能还要等，可能一年一次。在GO SHOW的话，直接最低价带回家。对啦，其实呢 ，Zero 呢，除了这个跑步机很有名之外呢，他们家旗下的很多保健产品呢，也包括了这个 Massage Chair， 在他们的门市，在GO SHOW都是很夯的。为什么？因为它实现了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想要省荷包，但是呢我们在品质方面我们又不愿意妥协哦，所以呢才有了这么多零零种种不同的保健器材，让我们在维持健康体态之余呢也不用荷包大出血啊。没错啦，今天这一台 Juliet 的跑步机，你去到 Zero 的门店的话，你去到它的门市的话呢，其实要价是2899令吉的哦，但是只有在这一档节目当中一个小时内888令吉，还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每一个月的这个分期付款的费用呢，其实比你哦，就是啊健身房的费用还来得更加的划算，100多块就可以了。对了哈，所以要有维持健康的体态，我跟你讲，不管是苗条也好了，或者是站在了健康的角度哦，其实哦，走路啊、跑步啊，是最简单，是最不需要技巧的，简单到什么地步？你看一部剧。吃饱饭之后呢，休息一下，哎，45分钟、30分钟就完成运动了。没错啦，在跟运传继续聊之前呢，先来给你讲一下，很多人讲说不要买运动器材啦，很占空间啦。你看这台啊，丢我的已经折叠好了。重点就是呢，你折叠好了之后呢，要把它展开，需要用到螺丝吗？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吗？不用啊，只需要轻轻的，观众朋友看到吗？它橘色的这个部分呢，用脚踢一下，它就可以。Hydraulic pump 超方便的，很方便，它是缓缓的下来的。你看我的手的也不用去扶它，它就是很安全的缓缓慢慢的下降。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真的嫌它占空间，你用完了之后呢，把它折起来，就是很容易这样子拉起来，就是可以折叠了。折好之后呢，也不用锁螺丝，然后要把它放下来的话呢，就踢一下。它就自己下来了，就是如此的简单。好像运传的家其实没有很大。对，如果你讲，我觉得家这种小户型的房子呢，就特别的适合这种折叠型的。而且呢，其实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就是买到太大了，就占位置。然后如果你买一台放回放在家里的话，我告诉你说，你当你天天看着这部跑步机，你没有站在上面，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且呢，它很棒的就是呢，它888令吉哦，可以调整坡度，哎，它有3段的调整坡度哦，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小小爬山的感觉啦。当然，如果要老人家在家里做复健啊、做运动的话呢，你放平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就是呢，其实它的这一个跑道呢是大约40公分，它是刚刚好的这个尺寸啦，不会说很大，不会说太小。如果你站在上面的话，其实是很安全的。跑道呢还有防滑之余呢，它的面板呢很容易控制。怎么说容易控制呢？因为很多人啊不敢买回去，讲说呢不要啦，我的爸爸不会用，我的妈妈不会用，我的阿公不会用，我的妈妈不会用。这个的话呢很简单，它就是几个按钮而已啦。如果你要操纵的话呢，就是按 start 跟按 stop 就可以啦。好，就是那么简单哈。而且呢，它有减震的功能。就相比起你跑在柏油路的话呢，其实对你的膝盖哈伤害会更加的小。因为很多老人家的膝盖痛嘛，他就想说我不要动喽。但是呢，偶尔呢去到那个柏油路的时候呢，困难重重。而且你跑得越久的话，膝盖对你产生那个力量跟那个压力呢是非同小可的。但是我们有减震的跑道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它有一个安全的设置。我们说呢，有没有事呢？我们就是要安全，对不对？那这里呢，其实呢就有个啊，等一下给你示范，先讲一下那个 review 啦。很多人呢买了之后呢，都是好评如潮，5颗星的评价，品质保证，物超所值，而且价格太漂亮了。所以呢，你带回家呢，都跟这些用户呢一样，会非常的满意的。这个是给5颗星，要说非常的划算。重点是呢，送到家门口，哎，我们的这个运费也没有像外面的那么高，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做运动啦。对啦，品质保证，极力推荐，买了之后不会后悔。每天呢，在客厅看到它呢，你就会想起健康保健跑步这件事情啦。要问一下我们美美的运传，我看到它的话，我真的心里不平衡，怎么可能生了2个孩子的？妈妈苗条得如少女一样，而且你的气色很好，因为很多妈妈结了婚之后变得黄脸婆，是，但是你的气色很好，你真的很会讲，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蛮，我站在你旁边我很压力。
对，听起来是蛮开心的。那这其实讲真，我并不是还在最佳状态，我还是在努力的路上，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真的是太胖的样子，而且太重，就是走路起来呢，那当时候我就是生完的时候走路起来我就觉得会喘，所以我觉得不行了。还有就是拍照的时候相机的时候，哇，回家看那个 replay 的时候哈，就是哎呦那个脸怎么那么圆，痛彻心扉啊，真的是就觉得不行了，我是需要做点东西。要做点什么呢？最简单的要改变自己的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从运动开始做起。运动反种类这么多，要举重啊，要游泳，游泳真的不方便，但是呢跑步我们是最容易的，而且在家现在把一台888带回家就可以做到，这么就是这么简单。对啊，你刚刚讲到气色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呢健康，看起来健康开心最重要呢，是因为他的精神气好。气讲到重点了，你看漫威漫画全部都是讲气气气，是啊，所以呢气呢就是从跑步练我们的这个气，呼吸调整呼吸开始做气。对，虽然游泳可以做到，但是不是哪里都可以游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游泳池的吗？可是每一个人都会走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游泳的。但是这台带回去呢，运传讲得很好啦，除了就是呢可以帮我们燃烧脂肪燃烧卡路里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调整我们的心肺功能啦。不只是年轻人啦，我跟你说老人家要抱孙子的时候呢，走两步就喘，上个楼梯就喘，下个床就喘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呢做运动，只要你会走路你就是会跑步。可是也不用跑啊，你在上面这样子哦，你看我才走了大概10分钟吧，我就开始流汗了。是，对啦，你看有没有钱最要紧是安全。我们这台机呢它照顾到有老有小，大家呢都要以安全为起见。那就是大家呢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有一台红绳，这个红绳有一个夹子，你就能把它夹在这个衣服上面，你的下面也可以，领口这里的其实也行。那如果是说呢你跑得很快，或者说呢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你不是很可以了，你想要马上休息，心脏不是很舒服的话呢，马上把这一台东西呢这个拔掉，它就会停下来了哈。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没有办法走下去哦，那个脚没有力了，但是那个跑道还在滑跑，没有，就是通过这个测试呢，通过这个设置呢，就能够呢达到让它停下来的效果。而且现在下半年呢有很多 wedding dinner 啦，吃的又多了，在 Christmas 又 gathering 啦，中秋节啦，所以啊吃了之后休息一下继续来跑的话，就可以帮助燃烧卡路里，脂肪就不容易堆积。没错啦，那个红绳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跌倒的话，就会被那个跑道一直在转你的脸啦。是这样，刚才我这样子不小心，哇，这样子的话就你看，对，你看了，这样子它就自己停了，所以呢就更加的安全。所以不要讲说呢跑步机只是年轻人用的啦，没有哦，我倒觉得这台跑步机呢很适合老人家。因为有时候呢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啦，你叫去外面跑步的话他也懒惰，你叫去外面啊就是什么做运动的话，讲说哎呦我不懂要穿什么啦，哎呦我不懂等一下很热啦，等一下晒太阳我会变黑啦，等一下我给人家打抢怎么办啦。你买回去的话呢，老人家有时他们看戏啊看港剧看韩剧45分钟的话，你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在上面边走边看啦，啊，这样子你就默默的做到运动啦。真的，我像我妈妈这样，她平时看剧的时候，或者是她平时最喜欢动作就是躺在沙发上滑手机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你倒不如呢，就拿这一段时间呢，就过来，就是坐在这个站在这个跑步机上，那就是可以做好运动啦。对，而且很多人买了之后呢，都是给5颗星的评价。那之前没有做折扣的时候呢，都已经是 best buy 了，今天是 must buy 了哈， good quality， 极力推荐。哎，就是有人呢觉得哈，做了运动之后，这个肌肉更加的结实，它不容易 flabby flabby 这样子。而且今天买到的是 Zero 这个大品牌，其实这个品牌哦，它有出口到新加坡的，有很多新加坡人啊，运动器材新加坡买很贵，对不对？他们呢很多时候去到新山那里来买，为什么？买到平靓正品质好的跑步机。没错啦，所以呢，如果你要无时无刻在家里都可以做运动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把跑步机带回家哦。因为呢，很多人讲说呢，哎呦，我要做运动，借口第一个就讲说呢，我不会做运动啦，要做什么运动啫？要找教练。也很贵啊，就你找教练。那这一台的概念就是哦，如果你会走路，你就会做运动。因为呢，人哦就是要动，他才越来越可以动。你越不动，他就越不能动。人就是要动起来嘛，你一不动的话呢，你就不算人类了。所以呢，如果今天开始要学习做运动，要培养新的习惯的话，还是呢要锻炼你的心肺功能的话，888，我个人觉得是不会很贵啦，带回家吧。Go Ge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还有免运费的服务哦。中秋节独家的套组优惠，让你节省更多。
再来就是 Hash 在勾少欢近16周年庆啦，有 Shop and Win 的竞赛，去到我们的网站来查询更多的详情。为您带来 Zero J ZT Juliet 跑步机，它是居家首选全家人的跑步机，宅家跑步训练更加的安全。2.0的马力，可控跑速1到12的时速，有12种的内置程序，还有3段的坡度调节。再来就是呢，我们给您40公分的防滑减震的跑道，心率及卡路里燃烧的监测，还有呢我们的液压升降，就是 hydraulic pump 啦，让你容易收纳，承重高达100公斤那么多。我们的跑步机套组市价是2988，但是今天的整个套组只需要888令吉，还要送你199令吉的赠品，送完为止，厂家还给您1年的质量保修。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了，帮您节省111令吉。如果比起勾售的原价的话呢，帮您节省很多，888只限播放时段哦。使用优惠码结单之前省了再省，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折66令吉，现在只需要有史以来最低价822令吉。还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啦，只要你拥有 Maybank、 Mbank、 RHB、 CIMB、 UOB Standard Chartered 还是 HSBC 的信用卡的话呢，6个月都是免利息的，每个月啊148令吉而已哦。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Show App 下单。健康呢要有活力呢，而且运动很开心呢，我的首选呢就是这部跑步机啦。像我平时除了有工作之余呢，一个星期最少都会用2天的时间呢做一些比较简单一些的一些运动，像快步走啦。因为我之前呢膝盖呢有一点受伤，所以呢就是慢慢在康复中呢，所以我医生有建议说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时常都在这个有冷气的地方嘛，工作啊，在家里啊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你都没有去排汗，对，那所以你只有靠运动，就是靠跑步机在上面快走。我就觉得说，如果家里有一台好的跑步机的话呢，可以帮助到你。我也不是说走得很快，也不是说走得很慢，但是呢你走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帮你流汗。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一台比较适合的跑步机的话呢，你什么时候想要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马上行动。就是我之前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就会时常叫他们去运动，他们就会给你的一个借口就是说不行啦，我脚痛啦这样子。其实医生有说，你越不走的话呢你就越难受。买了这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就放在家里呢，你可一方面你可以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是对，哎，像就是一边看电视或者你一边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在跑步机上面慢走这样子，对呀，其实也算是一个运动。来，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下手臂运动，边跑边做手臂的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一个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来，给你钱花，我的钱花不完。还有，来一二三四五六，对，我们的脚运动，我们的手也要运动。哎，是哎，这样子的话，我发现到那个汗流的更多了。而且时间会过更快，对对对，然后你不会觉得这么无聊。最重要的就是呢，你每一天哦，只要有动一点点就够了，因为有动好过没有动嘛。对，真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优惠的这个，哎，有机优惠的这个价格，是大家赶快下单哦。听我讲啦，大姐跟妈妈，如果你还要去问老公啦、问儿子啦、问女儿可不可以买的话呢，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就没有这个优惠了。自己买给自己才多少钱？一个月100多。快付不起吗？对不对？真的吃一餐都不止这个价钱呢，不如去买一台呢对自己有用的、对家里面的人有用的一台跑步机呢，放在家里不是很实际吗？来，一二，还旋转，我很喜欢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可以瘦。这个哦，你要想象你在真的是推外面的墙壁一样，挖窗口不是被你讲的，挖窗口对，等一下可以运动到你的拜拜喽。哎，对。换手，重点真的，我们去到健身房有一些太专业的，你上到去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对，而且去到健身房哦，我跟你讲，很常出现这个状况的，就是哦，跑步机啦，永远有人在后面排队了，就是呢，好像就站在我们后面这样。
然后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了够了，就干脆不跑。阿明莎，你要跑有跑多久啊？这样显得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多五分钟，五分钟。我等你啊，我等你啊。OK OK。我跟你讲，跑步机是最多人用的，所以呢，你买一台回家不用 share。对。那个汗呐，你一跑上去的时候啊，前一个人留下来的汗能隔离啊。对对对，这个真的。所以就是说呢，有自己的一台跑步机呢，不是最好吗？对不对？姐姐妹妹动起来，撒欢踢足嗲，嘿嘿。亲吻高爸爸，嘿嘿，爱拼啊家，哎呀！哎，跑步也可以很好玩呢，对不对？可以练气，那也可以保健。所以说呢，这一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有想过要买一台跑步机放在家里的，可是呢，碍于那个价格啊，怎样都是买不下手的。你看，千多块，既要买这个运费哦，可能都要2000多了。可是呢，我们只知道走路不了吗？只知道跑步不了吗？不要花大钱。对呀哈，你看我们的本来是很贵的哦，2988，但是现在做回馈价给你888令吉，还要送你199令吉的赠品，送完就没有了，厂家给你一年的保修。没错啦，比起 Go Shop 之前的价格999，今天呢再节省111令吉，只需要888，把 Zero 的跑步机还有赠品带回家。要更节省可以吗？可以，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回扣66令吉，给你有史以来最低价822令吉。那个跑步机呢，先带回家，然后呢，钱慢慢的还，因为呢可以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啦。以上的信用卡都可以用哦，148令吉每一个月。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 Shop App 下单。我真的很建议呢，大家可以买给家里的长辈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为呢，有时候你买太贵的5000-6000的，不是说不好，那个当然很好啊，可是太 button 哦，那个按钮大概有380力的哦，啊，妈妈就不会用。这个的话，你看它的面板很清晰、很简单 ，start 就是开始 ，stop 就是结束，就那么简单而已。然后呢 ，program 呢，你就可以选择我们12种的不同模式，让您呢来选择，就是呢有一些是快了慢慢的快，有一些是从快到慢，一些从慢到快。再来 mode 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可以调整哦。就是呢，用时间啦、距离啦、卡路里啦来控制你自己今天要做多少量的这个运动啦。最棒就是呢，它有快速的这个按键哦，就是3、6、9、12，而且呢，它不会那种呢一下子变很快，还是呢马上停止的跑步机。因为有一些跑步机真的你按停过嘞，它是好像 Bahaya Break 这样子，那一种就很危险啦。这一个的话，它是缓缓的停止，而且呢有减震的效果，这样子的话呢。老人家跑起来你就不用担心啦，因为呢有时候你买这个跑步机回家就希望家里的老人家阿公阿嬷呢可以动一下，可以跑一下嘛。你买太复杂的，你买太贵的，其实讲真的他们也不会用。我个人觉得这一台呢刚刚好，它是入门款，可是呢你的价格又不用花到几千块哦，888就可以每天做运动啦。对啦，我们说你不信你看啊，就是很多顾客呢买了之后呢都说呢品质保证呢啊5星的评价，而且呢都有推荐其他的朋友们呢跟他们一起买这个 Zero 呢一起来做运动哟。没错啦，很多人都给5颗星啊，说买了很值得啦，做运动起来呢身体也不会太负担，而且呢很强烈的建议，因为呢品质很好，而且呢在购上买不用花大钱，还有赠品啊。对了哈，买回去不会后悔了哈，保住健康，品质保证， Good quality， 极力推荐，买回去你肯定会爱上它。很多的老人家都讲说呢，哎呦我老了不要做运动啦，我这个痛那个痛，可是呢真的是要提醒哦，还有警告家里的老人家，看电视机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越不动你就越不能动，因为呢老人家肌肉会开始变小，对，会开始萎缩，你要提醒你的大脑讲说呢，哎我有动，我有在动哦，我有在动哦，我还需要我的肌肉，我还需要我的肌肉，对对对，还有脚，对，所以呢真的运动非常重要。是，而且呢现在呢跑步呢也可以在家里面轻松的跑，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老人家出去的话他不可能一个人出去，你可能要看护啦，或者是你自己呢要去陪他，一个人跑步变到会花2个人的时间，但是呢现在呢有了这台跑步机之后呢，你在客厅里面可以随时监控你爸爸妈妈运动的情况。好，跟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个小秘诀，如果是说呢你要你那个线条更突出，你要突破别紧实，你在跑的时候你稍微收紧你的核心，然后呢左右这样子像传姐一样，左右那个屁股摇一下，左右交叉这样子哦，来运动哦，来跑的话呢其实呢你那个紧致度呢会更加的好。还有很多老人家去到那个公园的时候会有甩手嘛，其实你可以一边走像这样子一边甩手，你就同时做了2种运动啦。这样子跑一下其实呢讲真它没有到很累，
可是呢，已经开始在流汗了。你会觉得身体有点热热的了。对呀，一流汗就是排毒嘛，老人家讲。对，所以当有什么食欲不振啊，好像没有胃口啊，每天好像很闲，这样晚上又睡不好，早白天又一直在那边钓鱼啊，打满物啊，要这样子就是打瞌睡这样子的话。白天就不要钓鱼了，我们白天就站在这個。当你想要睡的时候呢，就站在这台这个跑步机上，肌肉的跑步机上呢，动一动，流汗一下，流汗一下，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也可以增进你的胃口，吃东西也是吃的比较好。那晚上睡觉会睡得更好，对，燃烧你的卡路里，或者是说呢，家里面有老人家，他可能要做复健，他的腿部啊，还是膝盖呢，做了一些手术的话呢，你要用一台呢简单的仪器哦，让他每天呢就是有活动一下那个筋骨，那个肌肉不会僵硬的话呢，这台机让他慢慢走可以考虑买回去，不是考虑，要是要买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市价呢是2988，但是呢，今天呢，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只卖你888令吉而已哟、哦。也就是讲说，你马上节省了2100块。当姐，2988，我们今天888令吉，就是讲你在 Zero 门市买一台的价钱，你在购就可以得到3套这么多，还有钱早会给你耶。没错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太多借口啊，不想要做运动的话，从今天开始把跑步机带回家，也不用花大钱啦。有史来最低价，记得呢检查我们的网站呢，有很多的 promo code 可以让你使用的。今天有买有折扣，也有送给您的这智能的体重秤啦。这智能体重秤呢，其实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头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很重要的。它不只是称你有多重哦，还会看你的什么呢？看你的这个心跳啦，看你的重量啦，你的体脂肪啦，你肌肉有多少啦，你的含水量有多少啦，等等的。所以这个智能的体重秤呢，你在外面买的话呢，可能要几百块。今天呢是免费送给您哦，让你每一天呢可以测一下，哎，其实呢我的脂肪有没有降低，我的脂肪有没有燃烧这样子。对呀、啊，一般上呢我们有做大回扣的话呢，那个赠品不会给你了的，肯定是从和价钱里面大价里面拿出来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赠品一样不少给你哦，而且你买到的不是什么 ABC 品牌，而是来自 Zero 这个大品牌。品质保证，他们呢你看哦，在设计方面哦，整台机的设计方面呢是非常的严谨的，有减震的，而且它的膜都是2.0，够强够大，它不会哦像一些跑步机哦，就是要用马力不够啊，它很像人跑的比那个跑道还要来得快，是你那个跑道呢永远追不上和你的那个脚步，我们这个不会，设计的刚刚好，而且呢它不会很吵，好像运传在家里做运动的话，如果那个机器很大声的话，吵到孩子睡觉，小孩子睡觉吵到隔壁的，等下吵到楼上邻居，楼下邻居那就不太好了。整条街知道陈运传在做运动啊，他的跑步机好吵哦。而且其实呢，我之前呢就是有去健身房跑步的习惯，但是其实讲真啊，就是我们经历过疫情之后，就觉得其实在这些公共场合的这些跑步机呢，就是也不懂谁用过，然后就是这卫生方面还是需要考量。但是如果可以拥有自己属于自己，才800多块钱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专属的跑步机，多酷啊！800多块，手机都买不到啦，对呀，现在最新的那个手机要7000块耶，我要晕了。而且呢，我跟你说啦，就是因为我已经培养了运动的这个习惯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哦，安哥安弟爸爸妈妈，你有一天没有做运动，还是一个礼拜没有做运动啊，你整个人就要不爽，就会不舒服了，对，就会很生气自己，是，会睡不好的，对，所以晚上睡不好的时候哦，可能先跑一个步这样子哦，把这个能量消耗完更好入睡，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像我先生这样，他长期要工作嘛，在电脑前面，颈椎这边是很紧的，那如果你动一动跑步一下，再加上我们这样子伸展的运动。对，我平时呢就是喜欢在家开胸，抬头挺胸，看这个世界的这个眼光啊，我们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对呀，当很纳闷啊，不开心，郁，不要整天刷手机了，就是跑步运动一下，把手这样子展开，我就觉得哇，真的，一切都简单。而且呢，最重点呢，就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个颈肩啊，这个什么僵硬啊，疼痛的问题，这样子动一动。而且还有跑步的话呢，我们最先改变身材的哪一部分呢？各位朋友，屁股跟腰。对，你的小蛮腰好羡慕哦。这个腰对跑步最大的这个变化是体现在腰部这里，你知道啦，现在啊已经是农历八月了嘛，很多朋友可能要穿新服啦，要加油啦，哇，等下那个裙我穿不下，我的腰很粗，没关系，如果11月的话，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慢慢来。
动一动，真的，你的腰就会马上看到明显的效果。旗袍穿得下了，我也不懂是不是真的。我妈妈跟我讲，我跟我妈讲说的，哎妈，跟我一起去军做运动啦。她说不要啦，我这样肥，底下人家笑我。她去军跑反而会拍死啊，对不对？啊，在家，对对对，先在家自己做咯。然后我每次去军做运动，我想，我要不要化妆呢？万一有遇到阿丢呢？万一有遇到晕船呢？让他们看到我 bare face 的样子，我很抬血。那在家里面做运动呢，其实呢限制就少了很多。我妈妈是想说，哎呦，我都不知道要穿什么啊，对呀，我这种身材这样子，哎呀，在家你就穿着在家里的衣服就好。你就算在家里不要穿衣服也是可以的，真的，就只要你要动就好了。对呀，所以呢你就不用顾虑到很多的因素啦，讲什么塞车啦、找发镜啦、要去排队跑步啦，不用。你把一台带回家呢，好像以前我的妈妈呢是很喜欢做运动的，很喜欢 jogging， 很喜欢去走山啦、打太极的。现在有孙了，他要怎样出去外面做这些运动呢？嗯，买这台回家，那个孙子在睡午觉的时候，我跟你说，来做一下半个小时的运动。我妈现在就是用这一招。她讲我不要，然后因为还孙子越来越重的，一天比一天重的，但是她也必须要让自己更加有力嘛，追得上嘛，就是要让她的肌肉呢，还有一直在记得，哎，我是阿妈了，是我是奶奶了，我要抱 baby 了。对，所以她就一直在走。哎，你讲的对耶，因为人老脚先衰，所以呢，你不要快速苍老，你要延缓衰老的话呢，其实可以先从跑步或者是走山、走路开始做起，因为走路是最不需要运动成本的，买一台回去呢。每天这样轻松这样子走就可以了，吃饱饭之后呢休息一下，像这样子走哦，哎，其实轻轻松松哦就搞定了。你未必要跑半个小时啦，你先从5分钟开始，5分钟慢慢加，5分钟、10分钟、15分钟，就靠你自己，就看你自己松动的时间来做一个调整。就灵活性很高，有动好过没有动，对不对？没有，我真的是觉得认真，觉得今天过来就是把好的东西送给大家，才800多块哎，对啊，就可以买到健康，可以把运动。直接再带回家，看戏的时候看着电视时，不要整天躺在那边这样子躺着看。站在这个跑步机上，你看一个小时，你走一个小时，你会觉得你今天晚上睡不着吗？不会，一定觉得睡。你会觉得你一个月过后没有腰吗？不会，一个月过后你就可以穿上美美的裙了。是，对，而且跑完步之后流了汗你会发现到人轻松很多，而且心情会很好啊。之前我们有一个嘉宾，那个梅姐，那个 Annabelle， 她来过吗？她讲说。如果她做了运动之后啦，她翻到跟老公吵架一边扫去，因为呢你一 big check 哦，一直觉得老公啊气到我，她就去跑步，跑步跑跑完，她就心情就变好了。因为其实跑步呢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是没有人可以吵到你的，就是 me time， 就是这个30分钟，我就留给我自己了。好，我有什么不开心、烦恼事情，我跟我自己说，跑掉它。很什么吵，发泄一下，发泄一下。哎呦，谁气我啊？还是多么不开心事情？你运动一下，你整个。心情就会转换过来了。所以啊，运动哦，不只是为了减肥啦，为了体重管理啦，为了美而已。我跟你说，更加多的美很重要，是为了健康，对，为了我们的心情，为了我们的身心灵啦。对啊，哈，而且呢，买回去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今天也不需要花大钱，我们今天全家一起用才多少钱罢了。你看原价是999令吉，那个时候都卖得很夯，全部都是5颗星的评价。很多人讲说呢，买了之后发现到，哎，肌肉跑了之后呢，更加的有力了哦。我跟你说，你的脚的肌肉就是你要有动它，它才会越来越有力的。你越不动呢，它就越没有力。重点是这个产品呢，其实买过的都说好啦。你看到在我们的网站呢，在我们的 app 呢，它的评价都4颗星、5颗星，都是满分的。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哎呦，我家里没有空间啦，买跑步机来垫叠啦，啊，这个不会哦，你不要用的话可以折叠起来，然后很轻松的从你的客厅推到你的睡房，再推到你的阳台都没有问题啦。对呀，哈，如果你是住 studio 的话呢，或者是那种两房一厅的那些啊，空间不是很大，没有关系，因为折叠之后呢，它就很苗条的了的。再来，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也不会有噪音，所以半夜你想要呢，就是起身呢跑一个步啊，解压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哦，不扰民。Go Ge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还有免运费的服务哦。中秋节独家的套组优惠，让你节省更多。再来就是 Hash 在 Go Shop 欢庆16周年庆啦，有 Shop and Win 的竞赛，去到我们的网站来查询更多的详情。为您带来 Zero J ZT Julian 跑步机，它是居家首选全家人的跑步机，宅家跑步训练更加的安全。2.0 的马力，可控跑速1到12的时速，有12种的内置程序，还有3段的坡度调节。
再来就是呢，我们给您40公分的防滑减震的跑道，心率及卡路里燃烧的监测，还有呢我们的液压升降，就是 hydraulic pump 啦，让你容易收纳，承重高达100公斤那么多。我们的跑步机套组市价是2988，但是今天的整个套组只需要888令吉，还要送你199令吉的赠品，送完为止，厂家还给您1年的质量保修。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了，帮您节省111令吉。如果比起购售的原价的话呢，帮您节省很多，888只限播放时段哦。使用优惠码结单之前省了再省，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折66令吉，现在只需要有史以来最低价822令吉。还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啦，只要你拥有 Maybank、 Mbank、 RHB、 CIMB、 UOB Standard Chartered 还是 HSBC 的信用卡的话呢，6个月都是免利息的，每个月啊148令吉而已哦。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Show App 下单。要有健康呢，要有活力呢，而且运动得很开心呢，我的首选呢就是这部跑步机啦。像我平时除了有工作之余呢，一个星期最少都会用2天的时间呢做一些比较简单一些的一些运动，像快步走啦。因为我之前呢膝盖呢有一点受伤，所以呢就是慢慢在康复中呢，所以我医生有建议说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实际上都在这个有冷气的地方嘛，工作啊，在家里啊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你都没有去排汗，对，那所以你只有靠运动，就是靠跑步机在上面快走。我就觉得说如果家里有一台好的跑步机的话呢，可以帮助到你。我也不是说走得很快，也不是说走得很慢，但是呢你走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帮你流汗。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一台比较适合的跑步机的话呢，你什么时候想要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马上行动。就是我之前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就会时常叫他们去运动，他们就会给你的一个借口就是说不行啦，我脚痛啦这样子。其实医生有说你越不走的话呢你就越难受。买了这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就放在家里呢，你可一方面你可以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是对，像就是一边看电视或者你一边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在跑步机上面慢走这样子，对呀，其实也算是一个运动。来，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下手臂运动，边跑边做手臂的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一个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来，给你钱花，我的钱花不完。还有，来一二三四五六。对，我们的脚运动，我们的手也要运动。哎，是哎，这样子的话，我发现到那个汗流的更多了。而且时间会过更快，对对对，然后你不会觉得这么无聊。最重要的就是呢，你每一天哦，只要有动一点点就够了，因为有动好过没有动嘛。对，真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有优惠的这个，哎，有机优惠的这个价格，是大家赶快下单哦。听我讲啦，大姐跟妈妈，如果你还要去问老公啦、问儿子啦、问女儿可不可以买的话呢，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就没有这个优惠了。自己买给自己才多少钱？一个月100多。快付不起呢，对不对？真的吃一餐都不止这个价钱呢，不如去买一台呢对自己有用的、对家里面的人有用的一台跑步机呢，放在家里不是很实际吗？来，一二，还旋转，我很喜欢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可以瘦。这个你要想象你在真的是推外面的墙壁一样，抹窗口不是吗？你讲啊，抹窗口，对，等一下我运动到你的拜拜喽。哎，对。换手，重点真的，我们去到健身房有一些太专业的，你上到去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去。对，而且去到健身房哦，我跟你讲，很常出现这个状况的，就是哦，跑步机啦，永远有人在后面排队了，就是呢，好像就站在我们前后面这样，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了过后呢，哎，干脆不跑。阿米莎，你要跑有跑多久吗？这样显得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多5分钟。我等你啊。OK。我跟你讲，跑步机是最多人用的，所以呢，你买一台回家不用 share。对，那个汗呐，你一跑上去的时候啊，前一个人留下来的汗很给力。对，这个真的。所以就是说呢，有自己的一台跑步机呢，不是最好吗？对不对？姐姐妹妹动起来，撒欢踢足嗲，嘿嘿，亲欢告爸爸，嘿嘿，爱拼啊家，哎呀。
那也可以保健。所以说呢，这一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运动可以很好玩，运动可以很简单，可是呢不用花大钱。如果你账面买的话，要很贵的，1000多啊，2000多啊都有可能哎。之前在购上呢都要999，今天呢只需要888，还给您一年的保修服务，绝对全码最超值，然后免费送给您智能体重秤。购上之前的价格999令吉，但是现在马上节省111超值特惠价888令吉，只限播出时段。不用担心会占空间，当然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手啦，因为你放住的话呢，你永远看到它，你却永远想要运动就对了。如果你真的要手的话呢，你看一只手啊，对，一只手不费吹灰之力，它这样子呢就是自动的顶着了，看到吗？下面有一个卡榫的部分。而且呢如果你要推，譬如说你要从你的睡房推去你的客厅的话，它有两个轮子的，所以呢你却滚动式的把它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角落来做运动。移到你喜欢的角落之后呢，这样子啊，要怎样把它放下来呢？不用螺丝的，直接踢一下它就自动往下了。而且呢看到吗？它是有 hydraulic pump 的，你就不要担心讲说呢它往下走直接啪敲到你的地上啦，敲到你的脚啦，不会，它是慢慢的，它缓缓的，888令吉耶，这样高的这个 technology 帮你做 hydraulic pump 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很值得，不占空间，在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啦。对呀、啊，而且买回去不是你一个人用罢了，全家大小都可以用。除了你自己之外的爸爸妈妈腿脚的膝盖不是很好的人可以跑步，还有小孩，其实他们正值发育的时候、也很适合。最简单就是跑步，就是走路了。不然你的孩子每次跟你讲，妈，我要去公园跑步啊，妈，我要跟同学去哪里哪里哪里。一天24个小时，5-6个小时不在家，你买回去随时随地，你儿子要出门的时候，哈，孩子在家里面自己跑就好了。你问妈妈啦，不用出去。如果小朋友啦白天很累的话，晚上很好睡的，他就不会吵你了。就让他们消耗，怎么样消耗他们的精神呢？就是在这台跑步机上就可以帮你办得到了。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在上面走一个30分钟，就逼他们运动，不用逼啦，就是让他们就鼓励他们运动呢。其实从最基本就是我们所有人类的本能，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走路。对，就是从就是以前不能动，然后开始爬，爬完之后就站。站就是走走，然后就开始跑，然后就是这么一辈子的。所以呢不要说哎呦我这边就是，特别是长辈，我妈妈经常讲这边脚痛啊，没有力啊，什么样子，我说你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才更需要去运动。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老人家讲说呢，哎呦我走路的时候不是会这样子抖吗？有没有很多人这样子抖吧，讲说哎呦我膝盖痛啊，讲没有力，你知道吗？其实你膝盖痛哦，不只是因为老化的问题而已，医生已经有讲过了，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你的大腿没有肌肉，你的小腿没有肌肉，就是因为你的脚没有 muscle 哦，你的膝盖的负担就会更加的大。所以要如何锻炼我们的小腿跟大腿的肌肉呢？就是快走还是跑步。所以呢这一台呢你带回家，如果真的是有膝盖痛的安哥安弟哦，你更加不应该去外面跑步，因为外面呢可能有石头啦，那个路不平啦，你反而会更加伤你的膝盖。你在家里从3号开始走，慢慢走到4号，走到5号，走到6号，够了，它有12号最多嘛，你不用，你走到3号就可以了。我跟你说，你每一天这样子走走走一下，你就会发现到，哎，为什么我的膝盖反而不痛了？就是因为你的肌肉、你的脚哦、你的腿哦，锻炼起来了。对，而且的话，就除了燃烧卡路里，让你呢恢复苗条体态之外呢，它可以帮你紧实你的肌肉。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传姐呢瘦了下来更漂亮之外哦，哎，她那个肉哦是结实的嘞，她没有什么那种啊就是那种松，还是有的啦，肉就是还是少了很多，少了很多。那你有什么运动可以建议我们做，让我们在跑步的同时锻炼我们的大腿、小腿，然后让我们的白白肉少一点呢？要完全没有的话，除非你去做力量训练啦。对，其实想可以跟大家减少是可以的。对，就是之前呢，就是因为一直在家嘛，然后就开始还在喂奶，我现在刚停奶嘛，小朋最小的那个1岁半嘛。所以呢，因为经常长时间在家的时间，然后又不能出去，会郁闷的，只能压抑，叫这么整天自己在家。但是只要我做了运动呢，换个心情就不一样了。然后我特别喜欢做，因为我那时在喂奶，经常就是这样子嘛，抱 baby 嘛，经常含背啊，驼背了。整个背后的肉都长出来了，所以呢，怎么办？当我站在这个跑步肌肉的跑步机上呢，就是把这个，把我们的颈肩打开，一，开胸的动作，2、3、4、5，真是要让它扯到一下，6、7、8、
9，哇，很舒服哎。10，好舒服，是不是？真的。那么那些坐在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啊，工作啊，有就是无时间手抬不起还是什么，做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伸展到这么，没有关系，轻轻慢慢的，先这么打开，嗯，1、2、3。然后边做边跑，对，慢跑。如果你手不做定运动的话，你的脚就不要太快。对，哎，其实这个不错。我通常呢就是开始又有效。运动之前呢，我也是会顺便在上面做 warm up 啦。嗯，就是紧接着1、2、3。哇，是太帅了，哇，真的。1、2、3、4、5，今天我们是做节目啦，平时我是会数到10啦，嗯，就感觉比较有效。就从肌这个，我们说。颈项之后到我们的这个手臂伸展，嗯，然后到腰部，是我经常就是这么扭，哇！因为你在家里你扭，没有人看你吗？没有人，不会随便你去的话，那你敢哦？你在马，你去公园跑，你敢这样子跑没？对呀，你去公园，你去外面的话，人家以为这个潇洒，我这样子很摇啊，为什么跑到这样子？因为我就想要我的腰，你要这样子才可以扭到腰的哦。对，嗯，而且呢，有时候呢，你去我妈妈每次讲的啦，去那个 gym 啦，去健身房都是你们年轻人去的啦。没有老仪器的啦，你买一台回家，自己的家里就是健身房，对不对？在家就是鼓励老人家做运动啦，要不然的话你不动不动，永远就不会动了的。是哦，而且不是你一个人用哦，你买回去哦，一家大小都可以用哎，所以你算下，如果888令吉的话啦，太便宜了，太值得了。你家里有五个人的话，一个人才到1000罢了。你比较哦，你每个月哦花 gym 的那个钱呐，你在家里买一台跑步机啊，哇，哇，算很多，便宜很多哎。真的，最近那个 gym 又起价嘞，一个月200多哎。哎呦，很贵。你就想说你有没有去都要给200多啊？对呀。你没有，我管你有没有去呢，一个月就算200多的，你这个买回去啦，分期付款才100多块，百多块的话，你一家人哦，妈妈跑完，爸爸完，爸爸跑完，阿公跑都可以呀、啊，而且你还可以互相的监测，哎，老婆我今天跑了20分钟哎，老婆想说 OK， 我要跑25分钟，就互相比赛这样子，也是。其实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就是它可以记录你呢，就是跑了多久，你消耗多少的 calories， 然后你到底跑了几 km， 有些人讲说我必须要一天要走什么2000步啊、3000步这样子，是不是？对，我跟你讲这个。全部都是可以帮你侦测得到这一波，这是很认真啊，而且可以设定哦，你要燃烧的卡路里，比方讲说，那你中午吃了300卡路里的那个卡路里米，这样子我跑步的时候，我可能就设一个目标，好，我要燃烧400卡路里，设定了之后，你要跑多久啊？啊，这个强度多少啊？它就设边边给你，所以你就务必会捡到了你想要的卡路里数。我跟你讲哦，女生哈、啊。要健康，然后呢，不要超重。如果是你超重的话哦，你的样子多么漂亮都好了，你整体上看起来就像安迪。真的，而且呢，我跟你讲啦，就是不是讲说不可以吃东西啦，你要有吃也有动，你才有资格去吃嘛，对不对？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动起来。每个人在家里呢，都好像 super model 这样，有没有？走台步、走 T 台的感觉。对，世界舞台就在我脚下。哇，对，再搭配简单的，1、2、3、4、5，很好玩啊，很简单啊。你看我，其实我们这样子没有跑很快嘞。可是我们三个已经满身汗了。嗯，我说我跟你说，你在家里没有流汗的人，你都知道嘛，没有流汗对身体不好的。这样子你看，一下子罢了，我们整个人哦，整个松掉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也是真的超强的，一边跑一边主持一边讲话，我们练气就是这样子。对啊，你家里面长辈喜欢唱歌啊，或者是呢，你想要练那个气，因为很多中了 COVID 之后哦，那条气都不是很顺，肺部能力很差，那你就可以通过呢跑步的方式呢，好把这个气重新练起来。而且这个品牌呢，每一档都是售空。之前的999令吉的都是5颗星好评，也有很多人买。没错啦，它是我们Go Shop卖的最好的，所以呢算是蛮长青的，一直都有在卖，就是因为它的需求量还是有在，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都有推荐很多的朋友来继续的购买哦。你看每一个人都给5颗星的评价，都算很超值啦，对运动有帮助啦，在家里很方便啦。重点是你外面买真的很贵。对呀、啊，上千令吉啊，安装后钱要花在刀板上，但是我又想买，那就这里买咯，因为我们只需要888令吉，还有送你价值199令吉的智能体脂秤，我们是送完为止，还有一年保修给你哦。没错啦，还有 warranty， 还是大品牌哦。比起 Go Shop 之前很低的价格呢，再扣多111令吉，888只限播出时段。要更划算可以吗？可以，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给你66令吉的及时回扣，扣了之后只需要822令吉，还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哦。记得，如果你真的是不会用 online 来购买的话，打电话0395441188就可以啦。
这一台呢是非常好收纳的跑步机。一般上呢，跑步机不是每一台都可以收纳的，就算有一些可以收纳的话呢，你要用 screwdriver 啦，用扳手啦，要有用工具啦，这个不用，你轻轻的把它抬起来，轻轻的把它放下就可以了，让你在家里哦，随时随地可以做运动。记得最后的九分钟才有888，错过了就没有这个折扣喽。Go Ge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还有免运费的服务哦。中秋节独家的套组优惠，让你节省更多。再来就是 Hash 在 Go Shop 欢庆16周年庆啦，有 Shop and Win 的竞赛，去到我们的网站来查询更多的详情。为您带来 Zero J ZT Juliet 跑步机，它是居家首选全家人的跑步机，宅家跑步训练更加的安全。2.0的马力，可控跑速1到12的时速，有12种的内置程序，还有3段的坡度调节。再来就是呢，我们给您40公分的防滑减震的跑道，心率及卡路里燃烧的监测，还有呢我们的液压升降，就是 hydraulic pump 啦，让你容易收纳，承重高达100公斤那么多。我们的跑步机套组市价是2988，但是今天的整个套组只需要888令吉，还要送你199令吉的赠品，送完为止，厂家还给您1年的质量保修。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了，帮您节省111令吉。如果比起购售的原价的话呢，帮您节省很多，888只限播放时段哦。使用优惠码结单之前省了再省，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折66令吉，现在只需要有史以来最低价822令吉。还可以做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啦，只要你拥有 Maybank、 Mbank、 RHB、 CIMB、 UOB、 Standard Chartered 还是 HSBC 的信用卡的话呢，6个月都是免利息的，每一个月啊148令吉而已哦。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 Show App 下单。要有健康呢，要有活力呢，而且运动很开心呢，我的首选呢就是这部跑步机啦。像我平时除了有工作之余呢，一个星期最少最少都会用2天的时间呢，做一些比较简单一些的一些运动，像快步走啦。因为我之前呢膝盖呢有一点受伤，所以呢就是慢慢在康复中呢，所以我医生有建议说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所以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时常都在这个有冷气的地方嘛，工作啊，在家里啊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你都没有去排汗，对，那所以你只有靠运动，就是靠跑步机在上面快走。我就觉得说，如果家里有一台好的跑步机的话呢，可以帮助到你。我也不是说走得很快，也不是说走得很慢，但是呢你走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帮你流汗。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一台比较适合的跑步机的话呢，你什么时候想要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马上行动。就是我之前可能家里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就会时常叫他们去运动，他们就会给你的一个借口，就是说不行啦，我脚痛啦这样子。其实医生有说，你越不走的话呢，你就越难受。买了这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就放在家里呢，你可一方面你可以鼓励家里面的长辈，对，像就是一边看电视或者你一边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在跑步机上面慢走这样子，对呀，其实也算是一个运动。来，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下手臂运动，边跑边做手臂的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一个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来来，给你钱花，我的钱花不完。还有，来来，一二三四五六。对，我们的脚运动，我们的手也要运动。哎，是哎，这样子的话，我发现到那个汗流的更多了。而且时间会过更快，对对对，然后你不会觉得这么无聊。最重要的就是呢，你每一天哦，只要有动一点点就够了，因为有动好过没有动嘛。对，真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有优惠的这个，哎，有机优惠的这个价格，是大家赶快下单哦。听我讲啦，大姐跟妈妈，如果你还要去问老公啦、问儿子啦、问女儿可不可以买的话呢，不要再问了，再问下去就没有这个优惠了。自己买给自己才多少钱？1个月100多。快付不起呗，对不对？真的吃一餐都不止这个价钱呢，不如去买一台呢对自己有用的、对家里面的人有用的一台跑步机呢，放在家里不是很实际吗？来，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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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旋转旋转，我很喜欢做这个动作，真的是可以瘦手臂。这个好，你要想象你在真的是推外面的墙壁这样，挖窗口不是吗？你讲刚才挖窗口，对。
等一下，我已经动到你的拜拜喽。哎，对，换手，再换手。重点真的，我们去到健身房，有一些太专业的，你上到去，你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去。对，而且去到健身房哦，我跟你讲，很常出现这个状况的，就是哦，跑步机啦，永远有人在后面排队了，就是呢，好像就站在我们后面这样。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了够呢，就干脆不跑。阿米莎，你要跑有跑多久吗？这样显得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5分钟。我等你啊，我等你啊。OK。我跟你讲，跑步机是最多人用的，所以呢，你买一台回家不用 share， 那个汗呐，你一跑上去的时候啊，前一个人留下来的汗很给力。对，这个真的。所以就是说呢，有自己的一台跑步机呢，不是最好吗？对不对？姐姐妹妹动起来，撒欢踢足嗲，嘿嘿。亲吻高爸爸，嘿嘿，爱拼啊家，哎呀！哎，跑步也可以很好玩呢，对啊，可以练气，那也可以保健。所以说呢，这一部 Zero 的跑步机呢，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挡挡受空的跑步机，今天呢倒数了3分钟，一定要马上把它带回去，因为呢很可能没有这个优惠了。过后，对啊，你看之前999令吉一毛钱都没有扣，还是五星好评，还是很多人买的，因为呢品质保证啊，你用这个价钱哦，买到大品牌嘞 ，quality 也不错的产品哦，很难得。没错啦，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从家里开始做运动的话，从家里自己动起来的话呢，跑步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哦，因为呢。真的是不需要技巧，你一定会跑的啦！888令吉，还有一年的保修，重点是呢，还要送你什么呢？送给你智能体重秤。对呀，要更优惠可以吗？可以的，使用优惠码 GGS66 再回扣66令吉，现在只需要822令吉，有史以来最低价。姐姐妹妹动起来，不是讲不可以吃，你要可以吃也要有动，不是讲说呢你懒惰，只是呢你还没有找对运动的方法。因为呢我跟你说，很多人讲说哎呀不要啦，运动很累啦，很闲啦，只要你今天把这一台打回家呢，像玉纯讲的嘛，你看到它你就没有借口不做运动了，对不对？其实很多人想说哎呀我的脚痛啊，我不适合跑步啊，不能跑步，其实错的，很多人就是这个误区。为什么跑步会觉得脚痛呢？一当然就是那个外面的石头路太硬了，但第二个更重要的方法是可能大家跑步的方法错了。来，其实我们真正我们跑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脚板的我们要用脚板的哪一个部分？其实很多人你们可以自己去注意一下，到底你们用脚的哪一个部分在跑步？有一些人是用这个脚跟在跑步，所以呢这是错误的啊！真的、我们真正跑步呢是 OK， 我们的脚板是这样子嘛，脚趾嘛，我们要用我们这边中间的一块骨头，那个球这样子，那个 ball 那边，我们是需要这样子，而且你这样子跑步呢，其实是特别的轻松的，而且它有那个减震的感觉，对，是，这才是正确的跑步的姿势。很多人其实就搞不清楚，其实包括我一开始运动的时候是不知道的，后来就是跑下，就是后来我的老公有提醒我说，应该是要这样子跑步，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就健步如飞。对啦，不要因为呢肥胖呢去买了很多衣服，因为那个 size 一年比一年宽。其实你要真正做的不是买衣服，而是买我们这个 Zero ZT Julian 回去，因为你跑了之后呢，瘦下来之后呢，什么衣服都可以穿，人漂漂亮亮，像我们的运船一样。好，我们最后呢一点点时间，运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其实真的是当我们整个人运动起来之后呢，开始运动，恢复运动之后呢，整个人就是其实除了精神气会更好之外，整个人呢就是脸色啊，状态很好，状态很好，就是体态。因为跑步呢，真的，一走路慢跑也好，就是走动也好，整个人的腰身呢，跑步第一个体现会改变在你的身体的形态呢，就是我们的腰部。所以呢，就是在家里，我腰，对，我们就这样摇啊摇，动啊动，左右一边看电视剧，一边看 TV， 一边看电视。就这样动，是，特别呢，就是年纪大的更加要动，小朋友也是。有动好过没有动，人类就是要动，你不动的你就永远不能动了。所以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从家里开始做运动，把888令吉的运动器材跑步机带回家，太值得了，那也谢谢运船，一定要带回家，大家下单，谢谢收看，大家一起动起来，拜。